我是刚刚在这段的2014年12月12号，瑞芳彭家路10点20分。我拍的是瑞芳那个下大雨啊，我傻眼。这段列车通过，超累的。我下面干嘛专门做钓不到抓米。来了，我一次就没人告诉你不用嘛这样。拜拜，罗小妹干嘛专门做钓不到抓米，干自己就拿吧。我不用嘛这样，到瑞芳朋友通过，谢谢大家。